进行我们的地方国小的古筝表演。我们一起手拉手，台北一方国小带来的古筝舞蹈表演。现在负责古筝的呢，是我们的陈淑静同学，她曾获奖无数哦。在2018年获得香港国际少年组古筝赛少儿组的铜奖，2019年呢获得全国音乐大赛古筝组的第一名。 大家好，我是太阳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不要忘了记得按这里订阅哦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特别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按这里哦。